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欢迎收看这个视频。有位名叫预言的网友在折纸王子微信公众号留言板留言，说想学一下风吹陀螺的折法。今天我们就来折一下风吹陀螺。我用的正方形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折出一个米字形的折痕，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角对折。展开，四个角折向中心点，然后四个边折向中间的折痕。放到背面，四个角折向中心点，然后展开，翻回来，四个角捏起来，把它往里收。按照折痕形成这样，然后旋转一下，形成这样，把这个边折向这个边，展开，四个边都一样，然后把它收起来。收的时候我们看如何收，右侧往里折，下面再往里折，这一侧往里折，把这个掀起来一点，形成这样。最后这一层上面同样的需要往里折，我们把这里掀起来一点，这上面这层纸按照这个折痕都翻进里面去，稍微撑开往里翻折，这个按照这个折痕往里折，把它压进去，然后调整一下，形成这样。翻到背面，把这个斜线，两道斜线压出来一下，使中间的部分凸出来，好，大概的形状就出来了。用力吹一下试试。好，下面说一下如何让它转的效果好。在正上方用嘴用力吹气，嘴巴距离这个近一点，从正上方吹，可以借助吸管这样吹，
效果会好一些，你可以多尝试一下。这样一款风吹陀螺就完成了。这是另一款折纸陀螺。